恐怖了，连续的啊！库里时刻来了，新的三分有了，哇！汤神夺冠了。这个我给55分，哇，这个简直了，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哦，觉得解说席实在是不如这个前线第一排，第一排太棒了，那感觉。哇，简直太轻松了，他真的是在飞呀、啊！哇，看这个，我觉得得60了，这个压力大了。哇，10分！哇，真的看着有点太激动了。感觉是一个比一个好，觉得你看到这个之后就哇，今年这个灌篮这个我值回了，这个票价像你刚刚说的，我觉得太棒了，太棒了。Now I gotta go get loose. Thank you. Birthday jersey. Appreciate it, no problem. Yeah, man. Just want to ask you a few questions. So, what is your favorite Kobe moment? It's too many of them to name one. Kobe's been amazing. It's been great for the game, and I'm just proud to have been able to take the floor with him. Right. Good, man. All right. Big thanks to the fans there in China, too, man. We love you guys. Yes, all right. Thank you. Kobe 和詹姆斯两个人来争球。好，科比要打了，打洛瑞。漂亮、哦、啊、哎、这个球很有传奇性啊，23-24，来了，来吧来吧，这是大家最想看到的干拔、我又不想上来。今天大家其实都很放松的心情，我感觉全明星赛嘛，主要他们大家还是一个娱乐的性质会大一些。嗯，那上半场一凡对哪个球员或者哪个扣篮啊印象比较深刻呢？有一个是抄了一个球特别远的，我当时心里想说，我说完了，这球扔大了，这球肯定扔远了啊！那哥们跳起来就，哇，那个臂展简直我就看傻了，这就啊！觉得他们是不是都说好了要在后台，啊、咱们就打200分吧，全三分吧、啊。科比来点球吧，科比来一个，科比来一个。库里，哇，进了，这才是。最后的华彩乐章。大家好，我是吴亦凡。今天呢，从到现在为止呢，整个 All Star Weekend 呢就结束了。然后我后面是这次的 All Star 的 MVP 好朋友 Russell。这次我觉得很开心，然后很圆满。比较遗憾的是，我的偶像科比没有拿到 MVP， 主要是一个告别的一个仪式啊，最后一届的这个全明星的比赛了。我觉得还是NBA 也做足了心意，我觉得就是他的那个视频啊，包括球员之间对跟他要说的话，看完之后其实非常的感动，我自己心里面有很多的感触，自己圆了梦想，打了比赛，然后见到了偶像，交到了新的朋友啊，也看了这么多精彩的瞬间，然后希望你们跟我一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谢谢大家了。